预警的梅岭风景区哈、啊，人相当的多，人气超旺。在风景区里面的八个停车场都已经呈现饱和状况，这边的一个这个道路呢，车流量大的关系，受到大受影响。那朋友们，如果还是希望能够在这边站在人气的话呢，特别要提醒大家，行车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边界距离。今天国一北上的大龙呢，你快讲个。在家己白吧，你著塞迄个慢车道，你知道？对啊，我讲，迄一定要。你们哪弄到过？刚刚传红灯，哎，迄人若无迄个，咱落车卡呢？